说你，比如说别个打那个牌哈，比如说你那个牌，你去摸到那个牌，你比如说你不听话，不听那个牌。只要看到股的红嘛，你涨红吧。严重，你不止手术那个脚哈。我们这海边的海那个问题。
个哪个哪个的。真的新鲜。啥子嘛？搞有啥子？不干了，你去。你做那个堂客，我晓得，你说的那个。
来呀来呀，跟你舞台人自然说，不打算说，不打吹时间。李老师报道。李老师。有了，打喷嘛你啊，打喷嘛你啊，尖门的尖门的，是吧？三斤是吧？三斤，有了，打喷嘛你啊，打喷嘛你啊，你看他磕到去就是冰。